方舟老帅介绍，我们今天现场呢有几位。首先第一位呢是我们全校最帅，最帅的是全校最美丽的杨春春老师。好，谢谢春春老师。第三位是我们笑容非常甜美的佩如老师，掌声鼓励鼓励。那接下来第四位呢，是我们也一样笑容非常甜美的石敬威老师。好，接下来最后一位呢，是我们杨桃琴老师。好，非常谢谢今天五位评审。这里啊，先鼓励鼓励。现在进场的班级是几年几班呢？好，我们现在请四年七班的小朋友进场，也请四年十班的小朋友请准备。Yeah!
来的表演，掌声鼓励鼓励。